就是我从一个投资人和清华的博士，就是变成开始卖保健品了。对，好久没踢了，挺舒服的。我呢，其实一直想来说脱口秀，探小二，我可以直接打开，随便喝，随便喝吧。两位尊尊尊啊！我叫侯欣然，2015到2017年哥伦比亚经济系毕业。我是王汉翔，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和计算机的本科，是一个教育领域的连续创业者。我叫赵鹏程，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了统计学金融方向。我叫严锦彤，我也是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学院，我是2016年本科毕业的。让我们环境越来越好，垃圾分类更扎实。北京的燕京八绝，什么景泰蓝呐、花丝镶嵌呐、京绣什么，这些都是我想的，我要推广的这个范例。能够把椰子的全品类的产品给做出来。我的创业项目更多的应该是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提供一个大家心理层面的一个疏导，文化人群所面临的数字鸿沟这么一个大的议题，用 NLP 来帮助口语学习者更加有效地掌握流利的说口语，很希望从这么多聪明的头脑中得到一些反馈或者是一些好的建议。